美化妆师封号的米娅，在去年情人节与911成员建智公开认爱，受到不少网友祝福。这个小两口特别趁着工作空档飞到泰国旅游，但没想到却发生了一段有趣插曲，那就是米娅在拍照的时候不小心让细胶胸垫掉出，她起初完全没察觉，是好友提醒才发现，让她笑说自己好荒谬。她透露当时是建智在帮她拍照，但那时候胸贴就已经掉出来了，但她和男友都没有发现，胸贴粘在鞋子上，让她忍不住自嘲，根本就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而且朋友还拿着手机记录一连串的出糗画面。影片曝光后也让不少网友笑翻，只能说胸贴太厉害，实在有够有趣的。Bye.